您好，欢迎收看这节的1700整点新闻。首先带您掌握最新消息，主要受到中台梅花哈持续禁闭的影响，在今天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主要降雨的区域，外围环流带来了惊人的雨量，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山区。桃园复兴乡这两天的累计雨量其实已经破了有300多毫米了。透过画面您看到的是复兴乡小乌来和电影赛德克巴莱场景的逆星吊桥溪水相当的湍急，也暴涨。那么主要因为剧烈的强降雨，桃园市政府宣布了复兴区的华林、三光和高义等3个里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